配合萤幕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微喵，今天要实况的是 RPG 地图，名字是什么？地图名字是什么？混沌王的觉醒，混沌，对。那为什么电脑有点卡卡的？好，这不管它。那我们来念，大大不要乱跑，来念这个剧情，387，对，100万年前，有位叫做混沌的魔王，他曾统治全世界，不过等四大公会长老出来，把他给封印住，世界也和平了。100万年后，小鱼干嘛一直看我？两名调皮的小孩把混沌王的封印解除了，世界再度陷入黑暗。而你麦诺正是四大公会长老的后代，你决定把混沌王封印住。好啦，你们烦欸。OK， 下一页。规则：请勿破坏地图，请勿将书本回收，请以普通模式游玩。小雨不要打了。请勿逃离出地图范围。时间啊，让我念完。请按照剧情来走，不要跳剧情。工会一旦选择，绝不能反悔。职业一旦选择，也不能反悔。那选择工会后，请完成教官的任务再打我，就等一下就直接砍你，犯 DOP。好，圣武士对剑很职业呢？职业共有1、2、3、4、5种。第一个叫圣武士，对剑有强大的力量；第二个是枪骑兵，适合枪为主力先锋。然后之后是魔法师，用远攻跟近攻打败对手。然后游侠拿着弓，武僧是用拳头打天下，驯兽师召唤神武来打敌人的。那就后面写，祝你游玩的愉快，请两个人以上玩。好了，那先领装备吧，你们不要全部拿走，一人一套。那这就是他所配的一套，就是皮革上衣，然后一个耐久衣的木剑，还有一个可怜的面包。对，那这边有个烽火台，应该是装饰品。那这边写着新增金字塔副本，新增职业，挡到我了。新增职业，捕食没有任何伤害力，可以帮助队友。新增新村庄鲁拉村，修正爆裂谷难度。那书，你们两个职业看一下，职业自己看，书在里面。按下那按钮开始游戏。我可以不要当我按按钮吗？按下按钮 ，OK，TP 到一个点，这里是。我电脑在卡。我要枪骑兵，艾瑞给你，去看。没有东西吃我资源啊，奇怪。算了，不管他。A 不好卡，你们很挤耶，这房子那么小，精力是金钱，请好好使用。好，这个应该是关灯。小雨，你可以用讲话的。小雨，你还没看地图啊？不是地图，是职业啊。请好职业书还给我。有附魔台。这应该是勇者的书柜之类的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写。这边有箱子。有个皮革全套，夜附魔皮革全套两套。你多人游戏只给两套，会不会太穷啊？作者，对啊，作者不太穷了。没关系，都我的。我要成为勇者。小雨，衣服给你。好吧，那我就做法师，一人一个职业，耶、yeah。OK。可是没有法师。有吧？职业书给我，只有一页，还是职业书给我？我看几页啊？两页啊？啊，丢出来，我看。圣武士、枪骑兵、魔法师、游侠跟武僧，还有驯兽师。驯兽师，我要当驯兽师。啊，驯服为妙。叫什么武僧的？听起来跟李欣一样。这边有一个往天空去的地方。你挡到我了，你先上去。
OK，这里是，我看一下好这里是哪酷！里，这里应该是所谓的天花板吧？啊，上面有什么就不管它。啊，先回来。哎，小雨怎么出去的？等等，我找不到出口。哦，下面啊，原来一楼。这地图好吃资源哦。大型储物箱空，储物箱空。这边有个桌子，这边有椅子，我们坐下来聊天好了。等下玩解谜玩习惯了，会去翻那个。你有新的留言？新留言电话，麦洛，我要你来警局一趟，快点，警长上。这是生存吗？没有，这个是 RPG。哇！也就是你要照着它的剧情来，我要先去所谓的警察局。你有新的邮件？别动！抢劫别动！把面包交出来！哪有人打小偷的？没有小偷啊，大大！海鲜上你这边商店街。我看看，这边应该有所谓的中央公园，这里真是美啊！我看一下啊，请善用它，金字塔，请等有职业并且熟悉知识再去，不然怪会秒杀你。副本传送区，这边是副本，地下传送站要去哪里啊？先不管它，OK。哎、欸，我在那个是什么啊？这双不是双核这心是电脑蜘吗？蛛森林啊，先不要乱走啊，先去所谓的是蜘蛛森林好吗？啊，蜘蛛森林？哎、欸，警察局去哪里了？走错地方了。危险地带，请转职业，这是转职地啊。就说你走错地方了呗。奇怪了，他叫我转职了。等下换个伺服器好不好啊？这伺服器好那个。不对，我在实况，不能换伺服器。关一下音乐，有点吵。OK。性能优先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不会那个啊，奇怪，品质都关啊。等下是什么？细节。全部关闭。这样还卡，我就不相信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安静。果然是史莱姆，可以把史莱姆清掉啊！饮料商店，又是商店，邮局、诊所、警察局，哦，警察局找到了。卢汉庙，工会大厅，那我们先去工会大厅好了。欢迎来到工会大厅。这里可以选择你的工会，一旦选择绝对不能后悔。那我来看看工会大厅有什么工会，有没有小豆同盟会？哎，别安静啊！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安静我就麻烦。我看一下，武士工会，我不想成为武士。圣教工会，我要懒教。猎户工会，自由工会。这边是指导教官，我要进入那个兑换奖励，怎么会？鲁萨王的王位，这果然是给我的。10秒酱油会还没有啊？OK，那先下楼。喝杯水。OK。职业选择，
所以你们要进哪个工会？先去招的警察局啊。哦，对哈，我在转职个什么劲啊？我还没去警察局啊。不对啊，警察局指这里没有看到啊，奇怪。看一下。哎，警察局，喂。啊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啊。警察局，别动，抢劫。我看你们都卡卡的，我怎么玩？我抢劫，反而进厕所。你进厕所干嘛？冲水。想大便呢？为什么看你们会瞬间移动啊？因为您的伺服器有延迟。啊，我重开个伺服器好了。那你要先关实况啊。哦，那今天的实况。